幺。我们去尼加登过后要去那个桑迪隆。是我们的 hotel 很摇啊，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 hotel， 很小，可是可以睡三个人吗？你觉得？不知道。可以啦。然后问题是他厕所怪怪的。他厕所好像比他。看看厕所。哇，如果大便的话，整个厕所臭臭啊。所以全部人在这里大便。我现在就要大了。Hello， 现在我们已经到 Hub 站了咯，刚刚 check in hotel， 现在出来走走，然后再等他的姨。你看。然后我们 book 的 hotel 呢，哈，是很靠近 Odeon 还有 Liga 的，所以呢，你能看到呢，这个就是 Odeon， 然后 Odeon 啊，这里就是 Sandy Room， 所以我们 hotel 很靠近嘛的啊。现在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姨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吃东西，吃东西要等他们来，我们才去 Brandon 去哪里咯。我们打算去 Floating Market， 然后去 Wine Village， 还有去那个啊巴沙马兰全部啦，就这样子，现在去吃东西咯。Central Festival Mall， 本来打算要去那个 Floating Market 的，可是呢太早了，所以就来这里走走先。Hello， 我们现在在 Wine Village， 现在很吵啊，有那个声音，所以我们转来这里一下啊。现在我们来在 Wine Village 来看看有 sheep 有什么，然后是一个新的，是新的东西。第二天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双格拉。现在很早了，我们早餐不知道吃什么，所以只好要去那个 7-11 买东西吃哦。你看，你可以看到那一边就是 7-11 了，你说是不是很靠近？这个好像是很不错了，是很靠近， location 是很美，可是呢，可是呢，好像它的厕所很好笑了。他的厕所哪里有厕所 open air 的，人家大便也嗅得到啊。他的厕所没有上面的 open air 的，然后他吸东西也在外面的，很奇怪就对啊。现在我们来开箱这个 banana cake， 他们讲很好，他们讲很好吃，来 first bite。 好吃吗？你看它里面有那个香蕉的料。嗯。好吃的。好吃吗？你不要过，你要帮它打好啊。嗯，就是这个。
杭州的吉布港那边，然后去四面佛，去完了，然后现在要去哪里？现在要去一个叫我们的那个很大的，就吉布港过去。可是我们应该，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就包一天的嘟嘟车，一天的嘟嘟车嘞，去双卡去全部总共是1500了，哎没有，2500，千五，可是我们又要去那个 Standard Steel 的。Stainless Steel 的那个穿起来嘞，就是2000了。Stainless Steel 的那个庙，所以总共是2000一辆车。OK， 现在我们上嘟嘟车了。OK。他要带我们去西拉达的，可是不是因为比较可能比较贵吧，然后所以就在这个 Ranu Restaurant 吃，然后吃完了过后我们就会去再去其他地方了。现在在一个大热天，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睡佛 Goyo Island 的睡佛。OK，Hello，现在我们已经走完睡佛了，现在要回去了，要回去看有没有机会去看大象。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回去看那 Standard Steel 了。然后从双嘎去到深圳市是很远，是一段距离，所以就这样子啦。现在问题是什么？是非常非常的晒，所以呢就没办法了。现在呢，我们在那个大象的 camp， 它的名字叫做昌化 camp。OK， 我们现在昌化 camp， 然后要来看看进去里面，好像看大象要给钱呢。没有要骑大象要给钱，看大象。看大象不用钱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是它的价钱，Elephant Riding 580 ，ATV 也是500哦 ，Archery 150，杆树钉100，你看到吗？这是个就是骑大象。我本人觉得不值得了，而且那大象很可怜。It is a lot of daydreaming, imagining herself as the extrovert that she is not. She goes over and over little events in her life, reliving her successes and suffering through her failures all over again.
去金庸 market， 我们去金庸 market 去走走，是最后一天了，等下今天就要回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去金庸 market 买东西。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吃的饼吧，它现在变小了，然后就一个五瓣，价钱一个五瓣，然后五个二十，之前呢会是一个十块是大，十瓣是大的，现在是变小了。这个是我们要吃松丹，可是没有卖今天，它已经没有卖了啊，松丹剩饼粑粑了。OK， 我们现在买了这个 bubble tea。它就是这个 ring ring 的 bubble tea， 你要首先按门铃，按门铃要打电话听电话，然后 order 你的东西，然后这里拿钱。你 order 什么？ order ring ring 的第一个 ，green tea 一个 ，banana 一个 ，cappuccino 一个。哇。我们现在在吃冰酥，它的名字叫 bisuit。然后还有两个小投资，看到吗？一个是 WeChat 的，一个是 Orange 是什么 Shopee 啊？不知道。Didibird。啊 ，Didibird 的啊。现在在那一个 B Suite， 它的环境是很不错，你看。OK， 今天我们在 on the way 回去了。哎呀，全部人，就这样子啦。我们要 end 这个 vlog 了，拜拜。